听说你是在成都做南发最厉害的理发师，今天我这个想做个微分碎盖，不知道我这个长度够不够？兄弟，你这个长度做微分碎盖当然足够了，你这个长度再长一点就成小妹妹发型了。上一次我去其他理发店做微分碎盖，结果到最后他给我剪特别短，又说做不了微分碎盖，就搞得我特别崩溃。温馨提示：选择对的设计师很重要。听说你在成都做微分碎盖是最厉害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兄弟，说实话，在成都做微分修改，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上个理发师就把我骗了，希望你今天不要骗我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吗？你是想要氛围感一点的微分修改，还是偏少年感一点的？氛围感吧。氛围感一点是吧？开始发型设计环节。对，像你头发现在就是比较卷嘛，到时候弄的话，我们先把它弄直，弄直了之后，然后把头发烫一点蓬松，就烫型不烫卷，比较有氛围感一点，然后。额头的话也稍微露一点出来，因为像你额头的话其实不是很高，这样的话有点封印住你的颜值了，稍微微露一点额头就好了，好吧？然后，但是两边的话，我们就稍微剪短一点，然后做个服帖，让它看着自然一点。还有就是后面，因为你现在后面看着后脑勺就不是很饱满嘛，然后有一个尾巴，到时候你把尾巴剪掉，把后脑勺剪得饱满一点。我也是从网上看到你的，也比较相信你，今天发型就交给你了。兄弟，你发型交给我，今天你就只管变帅。